乘着热气球去看治沙奇迹，今日聚焦共同关注。热气球是人类制造的第一种航空器，新闻链接了解详细内容。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引入航空运动究竟出于怎么样的考虑？今日观点听嘉宾如何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创富宁夏，我们一起来看今日聚焦。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着大家去感受了在宁夏零五白吉滩沙漠公园里举办的第一届丝路古艺羊绒之都中国宁夏零五热气球节的盛况，同时呢，也一起感受到了热气球飞行员不一样的运动人生。我们知道呀，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热气球是一项非常热门的运动，但是在中国呢，这项运动虽然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可是却因为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受到了限制。然而在这次热气球节结束之后，主办方明确地表示将在宁夏零五白吉滩打造永久性的航空飞行基地。那么零五白吉滩究竟有着怎么样的魅力才会吸引这项运动的落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吉滩沙漠公园位于宁夏零五市郝家桥乡，2015年经环保部批准为国家级沙漠公园。目前公园占地1000多亩，位于中国三大沙漠的毛乌素沙漠。宁夏零五白吉滩可以说是一个在整个中国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它的影响力来自于这里的一项成果——防沙治沙成果。白吉滩林场是1953年建成。现在呢，建厂大概是64年时间了。应该说，经过三代白吉滩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啊，现在累计人工造林总面积达到了63万亩。按照这个建厂史来讲，是平均1年1万亩这样一个速度推进。说到白吉滩的防沙治沙工程，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王有德。他曾经率领大家以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的速度，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的西南边缘筑起了一道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绿色屏障，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被誉为了能让沙漠绿起来的治沙能手。如今王有德的这种治沙精神也成为了白吉滩人的精神象征。从2000年到现在17年时间呢，原来流动沙丘的总面积是40万亩，现在呢基本上2/336万亩已经得到了治理，把沙漠呢从农田的边缘呢向里头推远了30多公里，实现了人进沙退，并且呢初步构建了6位一体治沙模式。50多年来，三代白吉滩人一直坚持不懈的防沙治沙，有效地阻止了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不仅使得昔日的沙洲变成了绿洲，短短几年时间里面，白吉滩造林成活率从过去的60%到70%，提升到现在的80%至90%，实现了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正是抱着这种首先要回馈大自然的心态，白吉滩林场的治沙人慢慢地也从中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慷慨解囊。在近生活区主要的林道还有一些村庄的边缘进行沙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咱们建造了金果林，现在全局的金果林面积达到5000多亩，这一块呢是沙区职工啊增收的核心产业，还有苗木，有水源条件的地方进行沙漠的立体开发，建造金果林苗木是职工增收的绿色银行。依托这个金果林呢，咱们发展林下养殖业，在沙区呢养鸡养羊，还有咱们建的生态奶牛养殖场，还发展这个畜草种植业，为这个养殖场呢解决这个饲草料的问题。所以说果园还有养殖业种植业，这样构成一个小循环。2015年，零五白吉滩保护区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在这个基础上，零五市也借机尝试发展生态旅游，而在不久后，以发展热气球运动为主的航空飞行基地旅游就看中了这片地方。有一次机缘巧合，然后知道零五了，我
我们当时就也没有感觉特别的兴奋啊，因为它在毕竟还在西北地区嘛，稍微偏僻一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05历年的这个气象资料给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呢，我们当时非常兴奋，因为它在7月到8月的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适合做热气球活动的。我们又对它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又派团队来这儿。来了之后一看白地滩的这个地貌，还有它的一些景色，哎，当时就感觉非常震惊，而且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整个的所有的条件都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心目中要找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用最短的时间内就确定要在05做这个活动。据了解，第一届丝路古意羊绒之都中国宁夏05热气球节在05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举办期间，共有6位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冠军、100多名飞行员高手前来进行热气球的飞行表演。在一次次的热气球飞行结束后，几乎所有的飞行员对于白吉滩的地形地貌给予了高度的称赞。环境很好，实际上热气球需要一个广袤的着陆场地。如果今天放在东部地区，可能就不敢飞了。为什么？东部地区田呀、房屋啊、建筑啊、电线都比较多。但是在白吉滩地区呢，我们就是沙漠、灌木、戈壁这种地区呢，我着陆时没有任何障碍。这样来讲，飞行员可以有充分的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把它变成滑行，就好像什么呀？我们有一个大的飞机场，我飞机过来以后，速度再快，我可以把它变成滑行去落地。所以说这个白吉滩，我觉得从地理环境来讲，还是很适合热气球的。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我浙江的，我浙江台州的。那您以前有没有飞过咱们白吉滩的这种地形？白吉滩这样的地形很少。没有哈、那这次通过这几天飞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呀？累并快乐的。这种地形有挑战吗？你觉得？有，还是有的，因为这边的气流也很乱。那个地形，特别我们降落以后，不在那个路边，进了那个沙漠以后，就很难弄出来。此次在05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里举办的热气球节还有一个主题活动，就是观制沙奇迹，学劳模精神。如何真切地感受体会到劳模精神，乘坐热气球在云端处观看制沙奇迹，应该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在上面的感觉，觉得能那个俯瞰这个大漠啊，然后看着这片绿洲挺漂亮的。这一次丝路古意羊绒之都的中国宁夏这个热气球节，然后也给我们真正的带来了这样一个现实的体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的一次体验。据悉，在热气球节期间，先后共有将近10万人次的游客进入到公园当中，参与并体验了热气球飞行。在白吉滩公园，我们沙漠和绿洲相结合，人文的这种景观相结合，加上我们的一些美食美景，加上一些自然条件，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航空飞行营地，将来也会吸引大批的航空运动爱好者来参与到里边来，通过它来带动我们整个一个航空产业的一个发展，这是我们的将来的一些远期的一个目标吧。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热气球飞行对于外界环境、气候等一些自然因素有着比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接下来的新闻链接，我们就了解一些与热气球有关的常识。首先来看关键词：热气球起源、乘坐热气球注意事项。说起热气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8世纪，法国制纸商蒙格菲尔兄弟因为受到碎纸屑在火炉中不断升起的启发，在1783年的11月研发的模拟气球在巴黎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载人空中航行。热气球飞行了25分钟，这次飞行比莱特兄弟的飞机飞行整整早了120年。最早的气球并未作为运动飞行器所普及，如今驾驶热气球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非常喜爱的运动。其竞赛项目包括升高高度、定点着陆、远距离飞行和续航时间比赛。目前热气球运动在全球每年创造80亿到100亿美元的产值，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热气球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出现在国人的视野当中。乘坐热气球有一种云端追梦的感觉，但是在享受如此美妙体验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乘坐热气球时要看经营者的资质和设备，查看飞行员的驾照是不是商用驾照及驾照的年限，还要关注天气情况。在我国，一天中太阳刚刚升起或者是太阳下山前的一两个小时，是热气球自由飞行的最佳时间。
因为此时风通常比较平静，气流也很稳定。同时呢，也要注意飞行的时候一定要与高压线、高大的建筑，还有这个牲畜养殖场、村庄等等保持安全的高度和距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宁夏零五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对于热气球飞行的这个外部环境的这个吸引力，同时呢，也提到了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在2016年的时候就确定了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那么在这场双向选择当中，白吉滩国家沙漠公园又是看中了热气球这项运动当中的哪一点优势，才会加以合作，共同打造航空运动加旅游文化相结合的这个 IP 品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观点嘉宾是怎么说的。从去年开始呢，咱们呢主动的融入全区这个全域旅游号召当中去，整合现在啊五个国字号的品牌，国家沙漠公园、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另外呢还有个全国防沙治沙展览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品牌啊全国治沙英雄，这个五个国字号的品牌呢确定了建设原始美、沙漠美、生态美、花果美还有精神美五美保护区这样一个目标，想用生态旅游的方式呢让更多的公众走进沙漠，了解沙漠，接受呢生态文明的教育，传播生态文化，这样呢通过我们学习治沙精神转变大家的生态观念、生态理念，形成一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样一个氛围。据了解，最早的零五白吉滩沙漠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然而在白吉滩林场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保护区里的动植物种类以及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根据2016年科普考察，目前植物种类已经达到了324种，动物种类共有145种。这样的变化对于白吉滩人来说，更需要一个直观的方式展示给人们，并且影响人们增强改变生态、改变环境的意识。热气球运动我觉得是比较有魅力的一个活动，正好切合我们一些生态文明宣传的需要，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回归自然、向往自然这样一个需求，特别又从空中看治沙成果更为壮观、更为直观，所以啊我们跟中体飞行合作搞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块啊比较空旷，空中呢也没有什么障碍，有原始的沙漠，有壮观的草方格工程，有人工创造的绿色奇迹，我们白吉滩啊通过三代人不断的治沙形成的这种宁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的这种治沙精神，对很多人啊会有所启迪和启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空中丝路将宁夏与世界紧密相连。今年上半年，阿联酋航空公司迪拜、银川、郑州航线运送进出境旅客共计4.1万人次，占同期进出境旅客的44.8%，客座率从开通初期的55%增长到目前的80%以上。为扩大迪拜、银川航线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宁夏商务口岸办联合相关部门先后在西安、兰州、西宁、太原等周边20多个城市进行了推介，吸引了区内外旅客1500多人次来宁乘坐阿联酋航空航班前往迪拜、欧洲、非洲等地。全国生鲜食品电子商务大会宁字号产品受欢迎。近日在上海结束的2017中国国际生鲜食品电子商务大会暨冷链物流服务高峰论坛上，宁夏大米、枸杞、宁夏森淼天津菜、贺兰山产区葡萄酒及宁夏胡麻油等宁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体亮相，引起多个省市与会单位广泛关注。本次大会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主办，以链接世界、服务中国、共建生鲜电商产业经济为主题，围绕跨境食品、冷链物流、园区、溯源技术等领域展开的行业峰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科普宁夏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通过登录宁夏广播电视网，或者是关注我们科普宁夏的官方微信。不要转台，继续关注宁夏卫视，我们下期再会。